烟火点亮夜空，暌违两年的宜兰国际同万节登场，虽然因为疫情的关系少了国外团体参与，但表演内容更多元。热闹采街，下雨浇熄不了大火的热情。今年同万节还有全台首创的水陆空 3D 展演舞台，科技结合特技，声光效果十足。希望带动经济的发展，宜兰县呢，我们一水则发，水就是我们的财，所以呢，今天呢，看到这个乡亲好朋友来一起共襄盛举，相信呢，今年的2022宜兰国际同万节一定会办得非常非常的棒。用一连串精彩节目和大小朋友见面，为期44天的宜兰同万节，兼顾文化经济与防疫的同时，也能提升观光量能。记者林奕生，宜兰报道。